那给你吃好吗？知道吗？是什么？两个。是吗？上面一只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啊！我现在是越来越懒更新了啊。今天呢是2003年的第一天，元旦啊，在这里祝大家元旦节快乐。今天呢，他们在那边呢搞个活动，搞窑鸡啊。我呢就负责运送几根甘蔗给他们吃啊，然后呢再一次跟大家说啊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，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顺顺利利啊，祝大家都能够发大财。好，好，我们好，欢迎我们万总还有我们家总来搞点甘蔗。他们在那里搞窑鸡的话热啊，是不是？我刚才过来掰一根甘蔗的时候，大家都说要吃。听说二哥的甘蔗好甜哦。初恋都甜，不要选这种黄色的。把两甘蔗来吃先。要选这种黑皮的，它就会甜，这根就会甜。嗯、这根够黑吗？不够吧。这根二哥，拿来看一下甜不甜？二哥肯定甜，二哥。嗯、哎呦。那这浪费没办法。我帮你们试看甜不甜。后面是不用很甜的，这种黑皮的就甜啊，这种啊，这种黑皮的肯定甜的。嗯，我分一半给你吃。搞多几根给他们吃。啊，这种也是黑皮的。这根甜吗？这根呢？啊？这根呢？哎，那根甜。好了不？好，随便啊，随便啊。好甜。你看它小小根的，但是好甜。很、嗯、好，把多几根给他们啊，给他们咬一下。这根应该也行。哎呦！其实我这甘蔗结单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嗯，就是长得啊，这根亮，这根不够红，这个黑。哦、好甜了不？这根也甜，这根脆脆的。对，它又不硬呢。嗯，好吃哎。他们都叫我上架，我哪里敢上架？长得不漂亮，这根。这根。来，不漂亮，但是好吃。嗯。我哪里敢上卖这种给人家？是，等下人家说我黑。已经够黑了。啊、有六七根给他们够吃一下，谁想吃谁自己拿刀来砍，谁自己来掰。完了完了，不用再了。哎呦，我发现我这根好甜啊，二哥。是真的假的？要真的。好甜，好好吃啊！像这种就不会甜了。这根你看，这根料来有什么用？那做本都做不了了。真的做本都做不了。哎，拿过去给他们嚼一下。5毛钱都没要。不要钱。放在这里啊！奶奶，你吃吗？嗯。那这个。你剥它们。给我一半。小姑，你吃吗？我帮你要一半。小玉。阿伯问你吃吗？一锅。那个老师，你咬一半。小玉，欢迎你吃吗？来。小玉，欢迎。你吃吗？你要一半，对吧？来。我帮你咬呢。还要这样吃？毛哥。是啊，这还有壳。不怕的，一咬它就掉了。不要僵。奶奶帮你咬吗？不要僵。喂，奶奶帮你咬。奶奶帮你咬。慢点，慢点。掉狗了。好吧，妈妈又不下。开不了了。把鸡扒的不动了。嗯，来，不要。你的剪不开了。
有可能影响他翻了，你在赖你哦，你要自己搞定他哦。等下我回去煮饭喽。哎呀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没防着打狗的。我们都防了，还没防。防没防着打狗的。他又打了。你们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让你放一壶了，让你喝汤。等于冷了没？哎呀，吃了一大截甘蔗都快饱了，这甘蔗也吃完了，现在就等着那个芽封顶。刚才已经塌了一次了，是不是？现在还差一点点了，千万不要塌了，千万就是要这一次一定要成功，不成功等一下天都黑了。一封顶了之后，等一下就烧火，就个把小时就能吃了。我们两个人等一下愣是把它给它活生生的盖起来去。哎呦，掉一两个，快！那封顶了。还有的。泡澡吗？去拿些泡泡。那泡澡的把它给震塌。没有，那放完就忘了，才放你的旁边。红曲今天没有红曲要我呀？要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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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你看那个火苗全部串出来，像这种就很快了。我们再耐心的等十分钟，放鸡进去就可以去吃饭去了。听听听，不咬你。哎，红薯。红薯好吃，咋能扒住了都？嗯，不要这个。爸爸，嗯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爸，屁股。哎呦，红薯都软了。哎呦，好难。哎呦呦呦，看啊，乐乐，你不怕的？乐乐，乐铁砂掌是吗？有鸡，爸爸。看到鸡了没有？看到了。没拿，没要嘞。吼吼吼吼吼！还有一只，爸爸。没熟，熟了，漏油了，这里漏油了。从这个盆来，这里，这个盆，把红薯放那边去。啊！你拿得了胖吗？烫不烫？烫。不烫，现在不烫了。慢一点，不要掉哦。那个子。我要鸡翅。你要什么要鸡腿？大鸡腿要不要？他要吃鸡翅膀。你要吃鸡翅膀啊？那叔给你捞一个，哇，这么烫！不，是真的烫！哇，乐乐，那爷爷放个盘子，拿那个。乐乐拿这个。拿来盘子去拿。我都没有。你给呀、啊，等一下嘛，先给哥哥们吃嘛，还有个你不要急。来，那个，你的，快快，你的那个女士吧，快点。再见。你说。乐乐那里。你等进去拿它，我这个床上放了，你看。过来干。好吃吗？小玉好吃吗？好酷。嗯。好酷。吃一个。小草鸡。有三个朋友吧？你看的够用吗？我的手好黑呀。拿一个就好了。我的手好黑啊。